家好，我是晨晨，四月十七号牡羊座 B 型。那我的个性呢，非常的慢熟，然后是一个超级大 I 人。虽然是 I 人，但是我个性非常的随和，也很喜欢交朋友。专长是钢琴、画画，还有烹饪跟跳舞。兴趣的话，很喜欢看电影，然后很喜欢去参加很多的公益活动，尤其是关于猫猫狗狗的。最喜欢的食物是紫薯饼，还有吉拿棒。那我最讨厌的食物是芹菜、芋头，还有青椒。理想型是成熟，然后很诚实的人，然后非常的情绪稳定，还有上进心，然后一定要很喜欢运动。个人非常的喜欢看很多的运动赛事，然后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跳舞，尤其是能够在场上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，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因为呢，我非常的喜欢 PS 的氛围，然后尤其是跟小乖姐接触过之后呢，我觉得这个氛围跟这个正能量的渲染力是我个人非常喜欢，而且里面也有很多我很喜欢的学姐们。我喜欢凯蒂，因为我个性非常的内向，然后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欣赏很外向的人，就是想要，就希望可以被他们感染一下。我最爱的有两首，一个是《晋级取胜》，还有 IF 内野手的岳东华的应援曲。这一首歌我自己在练习跳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的有感，就是很有气势，然后很多动作我觉得是强而有力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让球迷比较有可以一起奋战的感觉。最困难的第一点对我来说是我自己练习的时候，当下呢要训练自己的临场反应，所以我会请朋友然后帮我轮流放歌曲的开头，但是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他们的很多旋律都还蛮相像的，所以我觉得脑筋动得很快对我来说是最难的事情。希望我可以在 PS 这个大家庭里面很久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坚信的相信自己的选择，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勿忘初衷，然后带着真的很喜欢球队的这个心情一直帮大家应援下去。虽然我是一个非常慢熟的人，但是希望大家在球场上可以跟着我一起应援，然后真的非常的荣幸可以加入 PS 这个大家庭，就是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喜欢跟大家一起交朋友，谢谢。好像在致敬。